欢迎空空，下午好，空空，很高兴认识你啊！放假过年了没有？欢迎电哥，回去过年了没有？电哥，欢迎雨蒙明茶，晚上好，雨蒙明茶。欢迎芭比花，今天的眼妆好漂亮哦，真的吗？谢谢，漂亮了，可以给我奖励一下吗？给我送个么么哒呗，柠檬明茶哥，你看我一开播你就进来了，欢迎木子锦，欢迎空白，欢迎热可可。这可可的名字跟我一样啊，欢迎乐高啦，欢迎峰哥，我说话听得到吗？听得到的话扣666，欢迎何哥，666啊，可以给我送个眼镜吗？谢谢雨蒙明茶给我送的粉丝灯牌，不过我好想你给我送个么么哒哟。谢谢雨蒙明茶哥哥帮我点赞，粉色的口罩漂亮啊，热可可你喜欢我戴口罩啊，粉色口罩你给我送个么么哒好吧，你看我刚开播，要是有个人给我送个么么哒的话我肯定很高兴啊，欢迎浮云，晚上好浮云，吃饭了没有？白色的不好看啊，粉色的才好看啊，粉色拿去洗了，欢迎一别一二欢，欢迎下站位守候，欢迎打安妮的铁，有没有想跟我一起喝水的？来，我们干杯！我放歌听得到吗？感谢3020帮我分享直播间。欢迎陈作为，先别划走，陈作为，很高兴认识你。假如有轮回，欢腾我要不要？可以啊，你送的我都喜欢，我还没有收到呢。不管天黑地亮，天黑
欢腾吗？什么？欢迎李东。完了，戴着这个口罩看一下怎么样呢？欢迎曾作为。画那么疼，画也疼，什么意思叫画也疼呢？画也疼什么意思？什么叫画也疼？我想戴这个口罩呢。真的好看吗？好看给我上个么么哒。好看奖励一下可可。真的好看吗？怎么我感觉不到？你觉得说真的好看呢？这个灯光是有点太亮了。月光花心上照得起黑的夜亮堂堂，我觉得这样子亮堂堂。越过绵绵的高山，越过无尽的沧海，如果期待依然在，总是春暖到花开，请你轻轻留下来，让梦卷走着尘埃，像飘在书香之外，走上美丽的天籁。枯木山连着山外山，月光洒下了香水滩，这没有人能告诉我，可是苍天对你在呼唤。一座山翻过一条河，千山万水又不寂寞，你来梦年荒废传说，百里杜鹃不凋落。我梦山连着山外山，月光洒下了香水滩，这没有人能告诉我，可是苍天对你在呼唤。一座山，欢迎晨晨哥。欢迎恶魔门徒。好，觉得这口罩好不好看？好看了，扣666。这个口罩戴得这么紧，能看得到嘴唇啊？对呀、啊，其实还好啦，不算得很紧。我说如果紧一点，戴不了那么紧了、啊、我会很疼的。哦，戴得好看吗？奖励一下可可呗。可以用个绳子在后面勒一下，太紧的话很难受的。
迎强强哥，晚上好，强强哥，今天挺早的，你看我一开播你就进来了，强强哥。这个是你的大号，不是刚开播吧？对啊，我刚开播你又进来了。对的，我刚开播，确实是刚开播而已，你看还没有弄好呢。我再弄好这个口罩先看怎么样。这样子是不是太特别了？我是刚上来看看的哦，那我们太有缘分了。这样是不是觉得好看过了？谢谢我强强哥送的眼镜。爱你啊，强强哥！祝我们强强哥面色红润，气色好，年年都发大财。谢谢强强哥，爱你啊，强强哥！祝我们强哥发东南西北大财运了。卡呀，很卡吗？听到我说话吗？这个口罩好看吗，强哥？这样子就很紧了。嗯，比昨天粉色的好看。真的吗？欢迎隔壁我王哥。这样子看起来是不是更加好看？觉得这个还挺瘦脸，还瘦，还挺瘦的哦，看着脸特别瘦。开盘了，对啊，来，喜欢可可的给可可上个么么哒眼镜呗。欢迎黄云。晚上好，欢迎所有走进可可的直播间。本来我今天是想试弄一下而已的。嗯，这样子都可以看到那个嘴巴，这样子好看过吗？哇，这个灯光效果真的非常棒哦。我再开这个灯看一下，看啊，强强哥好不好？强强哥，看来你也喜欢口罩的呀。嗯，这样子特别有神秘感呢、啊。是吗？是不是，强强哥？我再调整一下啊，这样子可以了，不用调了啊。嗯。我放歌听得到吧？
挺棒的。谢谢堂哥夸，谢谢强哥夸奖。我看还可以，再勒紧一点呢。我再试一下，欢迎小莫，你好啊，小莫，你开播吗？今天晚上啊？今天开播吗？不播啊，我说等你玩呢，没想到你今天晚上不播，身体不好哦，要把身体养好先呗。侧面好看吗？我刚上播，我看一下，我是6:30刚上播的，也刚播没多久。本来想今天休息的，唉，看来我这个人就停不下来的，每时每刻见不到我们家哥哥，我都心里面不舒服啊，所以不休息了，还是上来吧。感谢小莫一直帮我点赞，来直播间的宝宝用你们的发财手方可可点点赞，咱们一起把赞赞点起来先啊，咱们先点一下赞先，等好了看你。好的，谢谢我们强强哥，咱们一起点点赞，咱们把赞赞点到5000。强强哥你白天在干嘛呀？现在应该不上班吧？我尽量把它调到最佳的状态。这几天都是忙着收拾搞卫生哦，你家挺大的吧强强哥，搞卫生还挺累的哦，确实不容易啊，我也是要搞卫生啊，所以白天就是忙我这个事情了，买了那个灯还没有装上去呢，我今天刚到了一个灯，过年照的灯还没有装上去，我也想装起来的，不大，118平方，可以了，一家人住很舒服了。你还别说，这个118平方，你要收拾起来，打扫起来的话，还挺费时间的。找着你，这一辈子我一定要找到。
Hello， 神一哥，我再把这个弄一下，看怎么样。其实我好喜欢这个口罩，这口罩我都不想送人了，我都想把它留起来了。欢迎常常偷偷练腰的老王，老王哥，你都去哪里练腰了？好久没有看到你了。我突然间想到用个绳子这样子把它弄紧一点，看效果是不是好一点。对啊，因为有这个瘦脸效果。对的，我的好喜欢这个。这样子效果是不是要好很多了？双层的这个，哎，别弄疼了耳朵，不疼啊，弄个绳子在后面不疼的。其实可以啊，这里这样子挂起来。用个绳子，看到大嘴巴了。嘴巴很大吗？强强哥觉得我的嘴巴很大吗？来，我们家直播间的宝宝觉得我的嘴巴很大吗？哇，戴口罩这么好看的，好看的，觉得我戴这口罩好看的，奖励一下可可，来，每人上一个么么哒，要交一下电费呀、啊。来，欢迎梁公子。来，别光过来看了，好看要交一下电费啊，这个，啊，哎，不交电费的话咋整啊？这个，么，对啊，送个亲吻的，送个么么哒啥的。来，还没有交电费的哥哥们，咱们登，电费交一交，咱们登牌，那个什么。小星星飘一飘，哦哟，谁连我了？这个是哪个美女啊？小星星，那个眼镜的么么哒的，咱们点一点。这个灯光效果应该是完全 OK 的吧？来，觉得这个效果 OK 的扣666。好看吗？我今天特意试一下这个灯光效果看怎么样。可以这样子调这个灯光吗？哦，这个丝带要是把上面这样子再一勒一下，哇，更加的完美了。就这样子先吧，暂时这样子先吧，我也没有看到你们的回应，到底好不好看呢、啊？啊、嗯，赶紧交电费啊！那个红心飘飘个子长得高，别光看了，好看了，好看过来给我上个么么哒，强强哥，嗯。还没有上榜的哥，往前排，往前排坐，前排看的可可更加清楚啊！欢迎留不住的昨天，用一个拥抱告别了青春。 OK， 来，每人交一个么么哒，交个电费先，要不今天晚上电费还不够啊。后排的看的也很清楚的。欢迎陌生人，没有，后排我看不见你啊，我前排看得清楚过，知道没有？嗯、哦，来，老朋友吧，前排坐一坐，来，新朋友出来飘飘瓶，报道一下，
自我介绍一下，咱们出来聊聊天。哎，我都不认识你们了，老是往后面坐干嘛呢？老远了，我拿个望远镜都看不到，看不到有谁啊。每次让我点开那个屏幕的话，真的太远了。今天晚上都不用吃饭了，看我这么好看啊，啊，好不好？不错，80分哦，才80分。我最讨厌的是这个80分了，陈宇哥。我平时考试要求都是要100分的，发挥了80%，哇，那还有20%去哪了？欢迎王坤。来80%的，赶紧上个么么哒，交交电费先，电费还没有得交啊。我看一下最后20分是哪里？十分侧面呢？那我再调整一下，看咱们能不能把它调到100分去啊。我都说了，我这个人比较完美，一般是要求的要100分的，哇，80分。对我来说只是一个及格而已啊，直播已经是个极限了。哇，不是吧，有这回事吗？然后把这个绳子给它调到这里去看一下。按点看看，不用按了，再按就看不见了，再按的话就摸黑了，连我长啥样你都看不见了。拿个口罩给你看有啥意思，对不对？我想这样子再试一下看一下怎么样，够贴了。其实可以往这里的，没有，它这里还有点那个松紧的，我只是试一下看它怎么样的了。我尝试一下看它怎么样吗？原来是响而已，没有动，没有这样子试过这个效果。欢迎叮当鼠，欢迎刚进到直播间的宝宝，来，别有上榜呢，往前排坐一坐，前排我才看得见你啊，前排的可可最美了，后排看不到啊，懂吗？那个红心飘一飘，帮我交交电费先啊，么么哒，往上走一走啊，还没有交么么哒的，来交一下么么哒。我看一下这样子的吗？后面扎马鞭，绑在马鞭上面，不用。他们说我经常绑头发，会容易把这个头发给掉了。所以我现在不扎头发了，就这样子也可以了，扎的话轻轻绑一下看看怎么样。我就是想试一下效果了，让我们家的大哥看一下效果。这样子看一下啊，强强哥，欢迎强强哥。头像换一下，什么意思？这个头像这样子不行吗？头像不就这样子了，还要怎么换呢？
这个摄像头是不是有点不太清晰啊？来，我擦一下这个摄像头看一下。我擦一下这个摄像头看一下啊。这样子擦是不是很清楚啊？欢迎常常偷炼药的老王哥。哦，头像太难看了是吗？好的，改天我换一下。谢谢常常偷炼药的老王哥送的爆竹。哇，这段时间你去哪里偷偷炼药了？那个药炼的怎么样了？谢谢谢谢我们常常偷炼药的老王哥，谢谢老王哥。这是要过年的了，这是要过年的节奏了。谢谢我们神一哥送的灯牌，谢谢。哇，这样子已经很 OK 了，我觉得很完美了。而且这个口罩的好处就是它没有勒耳朵，很舒服啊。变了，瓜子脸了，对啊，感谢天，感谢地，感谢我们神医哥送的这个口罩啊，让我真正的感觉到戴口罩的魅力。原来口罩都可以戴成这个样子的。我把前面这个灯开一下，看它是不是更加清楚的。这样子就太亮了一点，对不对 ？OK， 把这个灯光调暗一点点啊。把这个关掉吧。别开了。刚才我看，谢谢我们堂哥，谢谢堂哥送的灯牌，欢迎我们堂哥回家了，欢迎堂哥。谢谢谢谢堂哥送的爆竹，这个爆竹响起一有年味的，有年有点那么一点点的年味了。刚才谁说想要戴粉色？粉色，粉色我觉得跟这个衣服不搭。堂哥一进来就肉麻了。咱不用啊，都是一家人啊，不说两家话。是啊，这个强哥不是，我老是说强哥说习惯，这堂哥挺肉麻的哦，爱你哦，爱你哦，说的我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明天上午要到了 ，OK， 好的。今天堂哥买了几个口罩也是相当不错的，我已经洗了啊，明天应该干了就可以看得到了。来，喜欢看堂哥买的新口罩的，明天也可以过来看一下。带粉色的要刷礼物支持，是的，带礼物的，谁要上粉色的，谁要上个么么哒的话，我可以换一下粉色的口罩啊。爱的魔力，爱的魔力魔圈圈，甜圈圈，转圈圈，爱的魔力转圈圈，我看一下。换一个角度这样子好，好不好？算了，好像太亮了。把这个灯光咱们色调暗一点点看一下哦。这样子呢？这样是不是太暗了？谢谢堂哥送的砂糖橘，哇，连砂糖橘都有了。这个太暗了一点哦，咱们调亮点的吧。这样子好一点哦，对不对？请镜头咱们看清楚一点。哇，这条丝带都看见了，咱把这个丝带藏到后面去吧。白色要暗点。
哇，这是我今天收到第一个么么哒，是我们堂哥送的，感谢堂哥的么么哒。乒乓球找到了吗？昨天不是丢了吗？没找到啊。哇，强强哥想看乒乓球啊。哎呀，我搞了半天不懂丢哪去了，不懂在哪个角落了，这个记性太不好了。你想看乒乓球啊？吞下去了，哇，吞下去不得了啊。有那个球球，有那个球球，等我一下，问公公婆婆，不是去捞着吃饭，一会儿就回来啊。好的，堂哥，你去吃饭吧。哦，只是说说哦，我再找一下看见不见得到。昨天找了好久，不懂在哪里去了。嗯，昨天在整理房子的时候，今天也没找到。不管了，找不到他了，说说而已，不理他了啊，没事的。我调高点，这个角度会亮一点，会好看点。我觉得这个角度看是不是要好一点。来，宝贝们看一下这样子的，哇，这个位置清的刚刚好啊，堂哥。哇，清的太有味道了，堂哥，谢谢堂哥。我应该拿个东西把垫起来，都拿不起来，算了，咱们就这样吧，将就着看吧。这个已经调到了极限了。这个声音可以吗？这个音乐声音够大了没有？我说话这样子听得见吧？啊，宝贝们听得见吗？来，我们家宝贝们听得见了吧？听得见的话扣六六六，这个声音合适的扣六六六，挺好的。 OK， 那就得了。来，有没有想听的歌？一会儿就走了，不知道好久回家了。好的好的，堂哥六六六是吗？ OK， 哇，都扣六六六，那证明这个已经很完美了。我点歌，嗯，可以的，有想听的歌可以点一下歌。你的歌太土了，哇，我点了很多歌，其实每天他都没有放，那我放一首。这些歌是抖音最近最火的歌，不土哦。神鱼哥这个歌不土哦。嗯，这些歌不算得很土的。你点的歌太油了，你点的歌有点油，我再看着有没有比较嗨一点的歌。我看见，原来我秒杀全场，霸气开场，点一首霸气开场哦，这样子 OK 了。点个摩托摇吧，林俊杰这次币，我看一下，看看有没有这首歌。好久没有听到林俊杰的歌了。谢谢强强哥送的财运滚滚，祝我们强强哥财运滚滚。谢谢谢谢强哥，谢谢我强强哥。哇，强强哥你太帅了，我看一下。哇，我怎么打不出来这些字啊，好久不打五笔了，有点忘了这个字怎么猜啊。搞个拼音来一下吧。The best music mix only here on DJRR.
妈呀，天天对这个，对我这个电脑的话都近视了，都看不见了，怎么整啊这个。要搞个眼镜戴一下才得，我感觉。吃饭了，一会儿抽空再来。好的，强强哥吃饭吧，先把肚子吃饱饱的先。OK， 好的。欢迎一别二欢。哇，你这名字取得特别呀。咦呀，我都忘记这个字怎么猜了。我现在还想不出来这个字怎么，哦，找到了，猜得了。打得了，最最啥来的？有眼线了，是啊 ，Hello， 蒙面女侠 ，Hello， 第一次来吗？一别二欢，哇，你这名字特别的狠啊，很高兴认识你啊，这次币。第一次来有什么见面礼吗？嗯？啊？我的天哪！没有这个歌哎，怎么办呢？嗯？最赤壁没有找到这个歌啊！一别二欢来。是第一次来吗？第一次来有没有见面礼啊？有没有么么哒？喜欢，你也是喜欢戴口罩的，是不是？啊，别着急，让我想想这个字怎么猜一下啊。妈哟，这个字有点难猜啊。不要着急，不要慌，慢慢的来，慢慢的找。要是以前做文言这样子打字的话，哦哟，早就挨我们老大炒鱿鱼了。怎么回事？哇，一比二欢。小星星可以送一个吗？小二婚哦，那个一别二婚，那个谁说你是小二婚啊？啊，你起这个名字让人家有点联想偏偏了。那个谁说，那个三二四的歌说你是什么小二婚啊？是不是真的？那下一首，这首歌不好听啊。你不知道的是王力宏的，哦，这个我会打。你不知道的是这个字好猜。王力宏，好 ，OK。你的小屁孩不懂事，还上幼儿园小班呢、啊。一别二欢，那你说，你起这个一别二欢，这个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？你这个名字好特别，你知道吗？你一进来我就看见了，哇，你这特别的，引人注目啊！这个名字太有意思了。你这样说别人是小屁孩，哇，你是大屁孩是不是啊？嗯，这个是什么口罩？哇，你看这个口罩，迷你型的口罩，迷你型的口罩是吧？
欢迎小杨，欢迎天山雄鹰。哇，这个丝带这里掉着，别人还以为这个是我的那个什么那一带掉出来了一样的，不行，给它绑到后面去才得啊，这样子搞不得这个。淘宝的嘛，那还用说，肯定啊，现在买什么不从那里淘。某宝的，我不能直接说是某宝的，意思是两个人初恋的时候最后分开了，也是开心的祝福对方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的。哦，对，这个能做到这样子的话，真的天下就不会有那个官司打了。怎么收怎么收啊。哦，回头我发个链接给你吧，然后你给我上个么么哒，回头我发个链接给你，你要上榜站一站，我记住你先，要不然我记不住你啊，等下我怕一上去就忘记了的。很难收了，这个我也不懂怎么找，是神鱼哥说的，不告诉你。是我们神鱼哥买的，我们神鱼哥说不告诉你。那我说这个这个好像绑的还不够紧哦，再把这个内衣带调一下先。其实这个不是内衣带，来，有没有谁猜得出来这个什么带啊？哦，等一下我们可以输了，可以玩一下弹内衣带，弹十下。哦，一来就拿链接，不知所谓呀、啊，就拿链接不知所谓。你看，我这个口罩拿来这里卖，估计都可以卖的好多哟、哦。我发现，这口罩真的是很好看哦。到时候我可以挂在我这个小黄车上面哦。谁想要直接下单就可以了，不用找来找去了，太麻烦了，是不是？嗯，等一下，真的，这个往这里一挂的话，让别人想想，我的妈哟，哇，我的妈，你说是什么意思？那个三二四的，我的妈！我老是搞这个，搞得有点太累了，就这样子吧。你们都吃饭了没有啊？我还没吃饭哦。欢迎一场树梦而已。吃了哦，神经哥吃了，我还没吃。喝点水吧，没有吃，我先喝点水先。欢迎吃空气哦，欢迎沙化连麦单彤彤。我这眼线画的有点不太一样啊，今天。企鹅饭，什么叫企鹅饭？先把这个口罩往这里放下去，哇，勒的我这里有点太难受了，要把这个弄掉，搞到后面那里就不好吧。说实在的，有人又说我这个头发太黄了，那到底我是黑发好看还是这个黄头发好看啊？有多少哥哥觉得我这个头发好看呢？然后觉得我这个头发好看的扣666，不好看的扣888。我看一下多少哥，有多少哥觉得我应该是搞黑发好看的。多少哥觉得这个头发我 N 年前就做过了，其实有时候就
下次应该搞个白色的好不好，搞个白色的。哦，你喜欢黑色啊？还有谁喜欢黑色的？还有谁喜欢黑色的？喜欢黑色的话，雨蒙明茶咱们众筹一下好不好？一人刷一个飞机。哦，我们哦，一人刷个飞机，来，先从我们雨蒙明茶哥开始。只要你那票票到位了，我保证打扮的漂漂亮亮了，在你的面前，绝对让你满意，不会让你失望的，真的，衣服也到位。要什么衣服？你告诉我。欢迎玉叔婆，好不好？雨蒙明茶哥，不要不说话呀，真的，啊。来，我们家哥哥只要一进来，有飘飘的往榜上走一走。欢迎广西永义筛娃，好，对的，只要是啊，嗯，那你给我上个，哦，上个飞机，一个飞机，每人上一个飞机，一个飞机还不够的。感谢广西永义筛娃给我送的八个星星，哇，你看我们这个老板就不一样啊。都懂得自动交电费了呢，你看。拿去他的哥哥，还没有交电费了，赶紧拿交电费去。现在这个电费老贵了，你又不知道啊。咱们有眼镜的上眼镜，咱们有么么哒的咱们上么么哒，咱们有飞机的上飞机，有保时捷上保时捷。要不然这电费的话都不够交啊！你看这个冷天要开空调的，手机还要充出电来的。谢谢我们广西永义筛网，你现在哦，你那边应该都是不放假过年哦，过年都是营业的是吧？这样子别人会不会觉得我要上吊要自杀呀？嗯，哦吼吼吼，这样子一拉就像是，哦，这像啥？把这个拉紧点，这样子看不见了。这样子不好搞的呀。没有，这个白那么，这个带那么白，人家还以为是那个什么带，不好，把它放好了。哦，要不然出去玩，人家还问这个是什么带，那麻烦了。这个点都要去吃饭了，对吗？哦，呼呼，我把这个弄一下吧。这样子看不到了。神鱼哥只剩下你了，哥哥都跑了，都跑去吃饭了。我也要去吃饭才得了。七点到八点，七八点的时候都是吃饭的点了。欢迎雨蒙不蒙，柠檬不蒙，有个柠檬小二，你们是同一个人吗？从前面这里扣过来不好看，从后面吧。后面扣起来比较好一点。今天我又失眠一个人的房间，我把灯光都熄
后面扣起来这样子比较什么一点。我在这里打个蝴蝶结，这里好不好？不好看，不好看呢、哦。等一下，我吃完东西先吧。我吃完东西再带吧。这歌好听吗？我觉得这个歌还可以啊，是吧？神鱼歌好不好听？这样子好像个专业的护士啊，口罩往这里一放。你打个问号什么意思？嗯，他穿上护士装，好像护士的。哎，我忘记了，我要录一个视频先。六至八，人最少的时候，对，别人吃饭的点。以后这个时间就不用上播了。哦，这个时候的话，我可以录一个跳舞的视频先。我看一下怎么跳的啊、哦。刚好人少，我可以搞个视频。欢迎小七同学。录视频的话，这个灯光是不够亮的，把它调亮。晚上9点才开始，9点的话也怕有点晚，9点我怕是有点晚了。一般9点到10点那个才是比较合适的。这首歌挺好听的。我和你飞到蓝，欢迎刘大爷有低保。哇，刘大爷真的有低保吗？好像现在没有多少人，我录个视频先，那个跳舞视频先。这个都去吃饭了，对的。要不要口罩来录的？衣服不紧了。我看这个可以录个数。哇，美女过来连我妈呀 ！Hello， 美女。Hello， 晚上好。晚上好。嗯。我们家现在没有条件了。你想怎么玩呢？
那没有条件我换个吧，我大哥说的就给我打一局，我找个有条件的去。好，那你去吧，晚点我再连你吧。好，我想录个视频的。好，拜拜。好，哇塞，那大哥在啊。我看见录一个什么视频的。今天我特意穿了个紧身裤来的，先把这个放起来先。事情不在这里啊，这么好看，戴口罩干嘛呢？奇景，第一次来吗？对的，你也觉得我长得很好看啊？哇，证明你非常有眼光哦，奇景啊，真的，证明你很有眼光哦。我戴着口罩这么好看的被你给发现了，你是不是有个千里眼呢？啊？你是怎么发现的？你告诉我一下。看来你是不止一次的来了哦。我坐下来吧。你怎么发现的？来说一下，聊一下。不说话了，欢迎飞翔的荷兰猪，荷兰猪又见面了，你这个名字我特别记得，你经常过来。我和你飞到蓝蓝的天边，我和你种下满满的花园，我和你分享暖暖的光线。欢迎梦里梦见梦，欢迎回头已无路。怎么不说话？都刚看我说了对吧？我也觉得我长得挺好看的，马上我就不戴口罩了。哎呀，我看一下我这个什么时候到期的，什么时候可以不戴口罩播？我看一下。欢迎回头已无路。还在吗？你有没有被限流啊？有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还限流了。最近流量老是不好。最近发的作品呢，好像很少被推流，你都没有收到是吗？这个不行。你干了什么而限流啊？我不知道啊，我没干什么呀，就是觉得流量没有以前那么好了。有段时间我发了一个作品，就是，穿了一个丝袜。
露出来了，然后我就把线留了，是这样子的。然后后面啊解封了以后，他封了我十天的短视频推流，然后解封了以后，他的推流效果都没有之前那么好了。本来他这个抖音就是越来越严格了，他就是不可以，他就是不可以录那个丝袜呀之类的，他这样子。欢迎堂哥，哇，堂哥你回来啦，那么快啊！哇，看来你是速去速回呀、啊！你知道我等了你等的太辛苦了啊，速战速决是吗？堂哥，我想录个视频先。哦，欢迎徐公子，晚上好啊，徐公子。哦，所以太难了。谢谢我们，他坐穿梭机来的。你又知道我穿，你又知道我们堂哥穿。坐穿梭机来的哦，还挺快的哦，才刚下楼而已，还没开始是吧？走路啊，再看你一会儿上车了，哇，连走路都要看着我，哇，这得有多想我呀，堂哥。嗯，哇，你要小心哦。哇，感谢放飞自我，成为我的第139个粉丝成员。欢迎我们第139个粉丝成员放飞自我，怎么称呼你？放飞自我，以后要经常回家哟。第一次来吗？是第一次来吗？你这个名字的话，我之前没有见到过，所以的话，还是你换了个名字来的，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？欢迎期待，不管老朋友新朋友，可可一样欢迎你。每天晚上直播时间是8点到12点钟，幸运草团队成员哦，对的，欢迎你，你第一次来的哦，小心一点，安全一点，对，肯定要小心，安全第一，比什么都重要的。哇，现在上人了，上人了，我要录个视频先了，昨晚与你打 PK 的。啊，昨晚你跟我打 PK 的，你是男的女的？你在哪里跟我打 PK？ 你是男的女的？对方关注了我。昨天晚上跟谁打 PK 啊？这么说你是个女的对吗？昨天好像我连的 PK 都是女的哦。哎，我看得见你吗？我看一下。啊，没有啊，你是个男的呀。昨天晚上我没有连男的打 PK 啊。嗯，等下播了好好研究一下你啊。好，不管你从来打 PK 认识我都好，欢迎欢迎欢迎，热烈欢迎，欢迎一别二欢。吃饱饭了对吧？吃饱饭有空过来看我了。有空看我，我也要。哎，我去录一个那个什么。这个灯光够亮吗？大家看得清楚吗？这样子。我要录个小视频先，看得见我吗？这样子。是不是灯光不够亮？昨天晚上就关注了我了是吗？好的，非常感谢你的关注哦，以后常常回家，可可在家里面等你，我做好饭菜等你啊，我可可做饭了，我会哄你开心的。哎，对了，我先录这首歌，我先录个首歌先啊，我先录个小视频先，我要录一个我想。不要笑哦，跳得不好不要笑，录个小视频，跳得不好也不要走开啊，支持一下嘛，咱俩掌声，掌声在哪里？掌声在哪里？
来，下面闲着哥哥们用你们的发财手帮可可点点赞，帮我把赞赞点到5000吧，好吧？现在赞赞点到多少了？如果觉得手累不点的话，没有关系，礼花筒也可以想起来，默默哒可以走起呀、啊。好 ，OK， 非常棒，掌声响起，谢谢，谢谢我放飞自我，放飞自我哥哥，怎么称呼你啊？啊？哇，这首歌挺嗨的。没感觉，这个没感觉，我要录一个。OK， 两分钟了 ，OK， 可以了。谢谢，感谢我们放飞自我啊，帮我一直默默的点赞，也太好了！加油加油加油，非常好。OK， 我已经录完了，感觉跳的但不是很好，有没有更好的舞蹈？我跳的舞蹈不是很像啊，能不能过呀？我觉得，老是搞这个视频搞得好烦呢、啊。哇，这里还搞个丝巾呢、啊，搞个丝巾围起来，这样特别好办啊。跳了，哥哥都要看我的笑话的，喝点水先。就这样子吧，先申请，先看先能不能过是一回事。哎，我已经尽力了。哎，放飞自我，你是喜欢看口罩主播对吗？你喜欢我戴口罩的样子呢，还是喜欢我不戴口罩的样子？下播后私聊啊，我可以提建议帮助你。欢迎微笑，哇，非常感谢我们放飞自我的宝贵的意见，一看你就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，喜欢我不带的样子对吗？哦，好，非常好。哎，你是来自哪里的？放飞自我，欢迎西瓜哥，晚上好。你看到这么有缘，咱们也认识了。我看你这个名字取得挺好的，叫你是湖南的，哇，好多人都说我长得像湖南的，你看我像吗？你看我像湖南的吗？像不像？
哦，你在广州工作，你回来了吗？你回湖南了吗？好像那个现在疫情也，哇，堂哥回来了，谢谢堂哥，哇，谢谢堂哥送的财气滚滚，财气满满，谢谢谢谢堂哥，堂哥你现在开住车给我送尊严宝吗？哦，千万不要被老婆发现了哟。欢迎韩风风，那个什么好。哦，我老婆在开车，哇，你老婆开车开得太好了，然后继续送吧，这样子。哦，那这么你开静音的，你也听不到我说话了，这样子，哦，太帅了，谢谢堂哥。我们公司全部都是广西贵港人，哇，那你跟我真的太有缘分了。我是广西玉林的，欢迎品质哥哥。晚上好，品质哥哥，你又来了啊！我看你离我好近哦，3.1公里。你是过来找我的吗？昨天你说你在那个朗东哪里的？你不会来到我家附近了吧？怎么样？今天晚上请我吃火锅啊？你知道我还没吃晚饭呢、啊，嗯，是不是？我们一生一世缘分在此，祝你春节圆满成功，圆圆满满的过好年。我帮你后面接个字，嗯，行。感谢我们大哥，感谢我们堂哥的祝福，我收到了，谢谢谢谢堂哥，也祝我们堂哥全家幸福，也祝我们堂哥生意兴隆，新的一年里面更上一层楼，天天不缺钞票，谢谢堂哥。欢迎分度的烧麦，谢谢我们堂哥送的爆竹，谢谢。哦，徐公子，徐公子，我看你等级挺高的，然后咱们出来透露个面认识一下。你看我们直播间现在有谁？堂哥，还有我们尾号324的，还有上飞自我，还有徐公子。啊，徐公子，咱们出来聊下天，可以帮你做些策划，提些建议。哦，谢谢谢谢你的，谢谢我们放飞自我。好的，可以的，你现在也可以说呀，反正我们直播间的人不多，都是自家人，没事的，现在可以说的。欢迎酒伴。昨天好像我去连麦的时候有没有戴口罩去的？戴口罩了没有？你一说这个戴口罩的问题来，我看一下我这个口罩解封了没有？我看我这个口罩解封没有？戴了的，戴了的。你知道啊，堂哥，你记得？你记得我戴了？我看一下啊、哦，我看一下我戴了没有？昨天晚上。昨天晚上我是戴是戴了，但是好像有一段时间没有戴，我还在吃饭。现场等下，欢迎老王哥，老王哥你放假了是吗？好的，现场等下开播了，现场等下开播了，现场是谁呀、啊？哦，你的，哦，你那个号叫幸运草是吗？那等一下你连我呗。你也是主播，欢迎四七，很久不见了四七。不要老是进进出出的，进来就坐下来，拿好小板凳坐好。昨晚与你连，昨晚你与幸运草打 PK， 我是榜一大哥。哦，你是幸运草的榜一大哥啊。幸运草我关注他了没有？我不太记得了。你是他榜一大哥，昨天晚上我跟他玩什么游戏啊？我不太记得了。幸运草是个女的，我知道是女的，我一般连 PK 都是连女的，我很少连男的。昨天晚上连 PK 的美女有点多。你做我家榜一大哥好不好？你做我们家挑战我们家榜一大哥好不好？
你穿裙子跳舞，哦，昨天是穿裙子跳了一下舞，你来守护我好不好？挑战我们家榜一，现在我们家榜一是堂哥，我们家堂哥是他榜一，你做榜二也得。欢迎人来了，我们家榜一、榜二、榜三、榜四，我有七人团队，你有七人团队，你是什么意思？你是七人团队是做什么的？那这样子的话，你是主播，只让你守护的话难了，还是只让我们堂哥吧？敢挑战我们堂哥吗？嗯，我觉得有机会吗？低调点，让更多人来当这个第一，我只是退出就行了，不要堂哥，堂哥不要退出了，我们堂哥是榜一，我们还有榜二、榜三、榜四都可以的刷课哦。哦，你不是主播是吗？那你是有什么产品吗？哦，那这样子的话支持一下可可呗，我们第一次见面。有没有见面礼？有没有见面礼？放飞自我，有没有见面礼？你看我们堂哥每次也来，送这送那的，我也好想感受到我们放飞自我对可可的爱呀、啊！来给可可上个么么哒呗！啊，放飞自我，好不好嘛？我想看一下我这个。好不好，我看一下我这个口罩是什么时候可以解封。来直播间的宝宝们，你们可以帮我分享一下直播间。我发现我们324的宝宝经常给我分享直播间，谢谢我们324的宝宝。我们其他的哥哥们可以一起分享一下直播间，来我看一下啊。哇，现在都开始唱新年歌了，我换一下别的歌。欢迎小鱼儿，我有点饿了，先吃点东西先吧，等一下我们再玩好不好？等一下再连 PK， 现在不连先，我肚子有点饿。只要是我想看一下这个看一下我是什么时候去吃点东西啊？对，我要吃点东西先，要不然我会胃痛。谢谢我们堂哥送的么么哒，还是我们堂哥对我好啊。我看一下我是什么时候可以不带的，我记得应该是二月份。还有十天，谢谢我堂哥送的棒棒糖。我看一下哦，还有十天，今天是多少号？那应该是在2月10号左右，8号。我看一下哦，今天是20几号了，今天20几号。欢迎空心。哦。今天29号，哇，美女过来连我了 ，Hello， 美女，哦， Hello? Oh, 哇，怎么玩呢？你说吧。画香肠嘴吧。长嘴这吗？不是画香肠嘴，不要长嘴，长的脸都长了。过程画香肠嘴啊？不是那个结尾画香肠嘴。哎呦，画那玩意儿我擦不好擦，咱们画叉吧行吗？画叉好不好？哦，画叉的话，我那么叉那么细，我也不想叉呀。嗯，画大点。要不我们做体力吧，样子说不想画的话。要不有丝巾吗？有没有那个？有。要不用丝巾算了，这样子都不用画。
不用擦。好，你把嘴蒙上吗？你就那么想把嘴蒙上？不是你，你说对了，你说对了，就是这样子把脸蒙上。要不这样吧，咱们你知道那个特效里边有个大饼脸吗？咱们就戴上一个丝巾，戴上那个大饼脸，好吧？就这个，我跟你说，就这个，我给你看看啊。咱们先等会儿上啊。可以哦，大特效可以，那就不用。就是那个，就是那个大饼脸啊。然后戴这个大饼脸，然后戴上一个就是围巾，不管围啥都行，哪种都行。这个可以，我还没玩过，可以，都可以哦，这个特别好 ，OK， 谁输了？我戴这大饼脸，其实，来吧 ，OK， 过程跑步吧，过程跑步，行，好 ，OK， 大欢，哇，今天晚上第一把，那我们闭麦了啊，好的，哇，今天晚上第一把 PK， 今天晚上第一把 PK， 堂哥。还有我们家哥哥一定要支持一下可可，欢迎徐公子啊，咱们一定要把他拿下呀，蒙面，对，要蒙面了，不给别人看见了，蒙面了，刚才说要蒙面了，堂哥说要蒙面了，堂哥你刚说要蒙面了对吗？等一下给他蒙面也可以来，谢谢我们堂哥送的人气票，哇，对面已经开始打过来了，加油啊，咱们第一把 PK 必须要拿下。哦，这句话怎么说呢？叫做开年红，咱们第一场一定要红。哦吼，对面打过来了，加油啊，救命啊，哥哥，我得看他跑啊。还有欢迎莫寒风影，哇，这声都打结了，我在旁边跑，救命啊救命啊，堂哥救命啊，谢谢我堂哥送的比心，啊，终于可以休息一下，谢谢堂哥的救命之恩呀！要跑的我肚子就饿，跑的我肚子痛了，打完这场 PK 必须要去吃饭去了，怎么都得吃一点，要不然太难受了。还是我们堂哥对我好，离开堂哥就是不行了。现在，你看那个谁，说叫他，来守护我们家，马上就跑了，他老是忽悠我的，这不是真心实意的。还有最后两分半钟呢。徐公子，咱们出来聊一下天呗，我看你经常来，不要老是做潜那个叫什么，做什么潜伏兵呢、啊、潜伏有什么好的，谢谢我们堂哥送的欢乐盲盒，谢谢谢谢堂哥，爱你啊堂哥，哇哦！看到他穿这个毛衣，突然间想起你给我买的毛衣了。人家穿一下好不好？已经洗干净了。啊好，对方冲过来了，谢谢我堂哥送的比心，谢谢。太帅了，堂哥，堂哥真的威武霸气啊！有我们家堂哥在这里守护着，我就不怕了。还有最后的一分钟，咱们坚持住！哇，堂哥，你帮我打到了广西第27名了，我上榜了，堂哥，谢谢我堂哥送的比心！哇，堂哥，你一个比心帮我打到了18名了，太厉害了，堂哥！
还有最后的50秒，咱们一起把塔给守住。欢迎鱼啊！哇，堂哥不见了，我们徐公子帮我守下塔好吗？啊，还有最后的20秒，徐公子帮我守下塔嘛，刚进那直播间的宝宝帮可可守过塔，还有最后的18秒，我们徐哥帮可可守过塔，还有8秒，希望能够拿下哟，还有5秒，还有3秒，啊，天哪，对方拿下了，堂哥出去了，有点可惜了。徐公子，你都不来救我。谢谢我们堂哥，也谢谢我们徐哥过来看我，谢谢。哦，输了，咱们开这个麦场。哦 ，Hello， 哇，我们家哥出去了， Hello. 我们家哥哥出去了，没有守住塔，被你们家偷塔了。啊，你跟他说带哪个特效，我带上去吧，就带那个，就是 PK 人骨里边有一个大明脸，大明脸啊，我看一下，对，大明脸，大明脸，就在那个 PK 人骨里边，好像在最下边了，有一个大明脸，我看一下，是在最下面吗？也不到最下面，就在那个，就是在我可能再往下一点吧，你找一找。我是无敌的无敌的小可爱，不是这个，就是那个上面写的字儿呢，上面写的三个字儿就是大明脸，就是那个火龙果下面这个。火龙果下面这个，我再找一下，可能眼睛近视看的不是很清楚。可能是吧，你等等。他写的大明脸的是吗？嗯。大明脸。有个红孩儿，是在红孩儿附近吗？我也不知，就在中间第三个上，反正就是就在第三排第三个上，在第几排我都不知道了。那个假笑旁边，假笑旁边，那个黑脸的你知道吗？就带问号那个黑脸的那个。这个黑脸吗？还得往下。黑脸还要往下，嗯，你在第三个，你找找第几排，我不知道了，我看看啊，第三个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，这个也不是哦，13 14，猪头到猪头那里吗？倒数第15排，倒数第15排，第三个，看一下，这个也不是哦。就很好找的，西瓜上面你刚才说是吗 ？PK 整蛊里边，对啊。哦，看到了，大饼脸。嗯，对对对。哇，好难看哦。好丑哦。行，那我就先走了哈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我要把这个带上哦，这样子。这个太丑了，我不要带这个哟。这个大饼脸太难看了。这怎么传出去呀？怎么传出去呀？这样子啊。挂个丝巾这样子嘛。戴个口罩先。我拿点东西吃先，人家过来吧。哇，我们家徐哥是来这里潜伏的，潜伏兵。
算聊聊天吗？算了，现在没有人。哇，欢迎曹仁宝，曹仁宝，你看我打 PK 输了都成这样了，我先吃点东西先，等我一下。喝点水先。